今天读新闻了吗？在这一期的杂志，就是天下杂志723期当中，我刚好看到一个主题跟非洲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到这边，嘿嘿嘿，专栏的部分还有一个标题，他说非洲6亿人没有电可以用，能源丰沛却缺电。黑暗大陆怎么样可以脱离贫穷呢？这是来自于祝云汉先生的专栏。这边提到，其实啊，在非洲12亿的人口当中，有超过6亿人他是没有办法享受现代的电气化生活的，9亿人主要是靠薪柴还有木炭做饭和取暖，绝大多数的农村没有电网覆盖，基本上是在黑暗中度过夜晚的，能够利用简单的太阳能或风能设备得到短暂的照明供应，已经是少数条件最好的了。电力供应的匮乏，其实啊，造成了经济发展最严重的一个瓶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边提到说，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缺电，然后或者其实就是来自于他们可以开采，可是呢，它只能够当时的技术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没有开发水电，等于每年都是平白流失了差不多12亿桶的石油。所以呢，这边就会建议大家，我们看到这里他就说非洲潜在的这个电力资源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在课本上面刚好前一阵子有提到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你可以看到他提到说刚果河的下游，前一节影片就有提到，有没有金下沙，它呢，它的从出海口然后呢到金下沙这一段路程大概有400公里左右，大概就有280公尺的落差，所以呢是有什么，是有未能可以开发水电的。还有呢，像是撒哈拉沙漠，它有太阳能、风能还有地热发电，所以潜力其实更加惊人。可是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任何一个单一非洲国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开发利用这些上天赋予的资源。所以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如果非洲今天是一个可以高度整合的经济体，有足够的融资能力跟工程能力，然后就可以进行全盘规划，那这个不就是我们在课本上所提到的，他们可以透过区域结盟，像是非洲联盟这种方式来实现吗？好，那不过这边有提到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就是重视这件事情，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中非的能源电力大会啊，他当时其实不是在中非，对不起，是他这个中非能源电力大会在中国举行，所以许多非洲国家能源跟电力的负责官员，他们就到了中国，然后亲眼看到中国怎么样可以就是在2000公里外的西部水电，然后呢就送到上海附近。这个我们如果你国中地理有学过的话，或是我们高一地理有讲过，大家就知道他们的西电东送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中国政府其实他现在就有倡议非洲能源互联网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联盟，那现在大概已经有20多个非洲国家、100多个国家跨国企业已经申请加入了。所以按照规划的话，到了2050年，非洲就可以建成所谓的两横两纵的一个骨干电网，然后洁净能源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6%，平均的发电成本也会下降。好，那这件事情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好喽，如果你对这个新闻有兴趣，欢迎查询天下杂志，然后订阅去看一下更多的新闻。